好希致道，上星期日举行的 giveaway 活动，大家的反应超级热烈，礼物一瞬间就被抢晒啦！衷心想感谢你哋嘅支持，喺两个钟头之内留言嘅话咧，我都有安排到礼物送俾你哋噶噃。无论拎唔拎到小礼物嘅朋友，甚至乎完全冇参与过都好，妞妞咧都希望大家能够睇得开心，明白我嘅心意就好啦。今次发现到多咗新朋友留言，冇错啦，你哋每一个嘅意见我都有用心去睇，呢、这个对于拍片嚟讲呢係好大嘅鼓舞嚟㗎。而更加重要嘅係你哋嘅喜好同埋諗法我都知道啦，下次可能会拍摄多啲呢类型嘅纸材分享。如果想搞多啲 giveaway 活动，就记得分享，搵多啲叔伯兄弟姨妈姑姐猪朋狗友嚟到订阅支持下我啦。根据经验，邮差叔叔一定会偷懒，迟咗收到啊，唔关我事啊！想搞多啲 giveaway 活动，就记得揾多啲督伯丁弟。啊乜嘢啊？